谢。怎么样，这一趟到新加坡的感觉如何？很开心，又可以见到新加坡的歌迷，然后可以带着我的新专辑来到新加坡。是的，而且你的影迷们都很开心，而且这次是来到新加坡宣传新专辑，有一系列的活动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就是在明天也有我自己的签唱会，今天刚刚办完的音乐会。所以跟新加坡的歌迷其实一直都是很兴奋的状态，太少见面了。 对，那当然很多在家里要守着要看节目的朋友也很想听到你的歌声嘛。今天带来的是情人知己，要不要介绍一下这首歌？ 好，这首歌是专辑的主打歌曲，然后其实这次隔了一年半的时间再次的发片，又再次的把这个幸福跟满满的爱透过专辑传递给所有听到专辑的人。好，是的，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染到这种幸福的爱。可以可以可以的，就要听我唱歌。好，我们马上请文英到旁边去准备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这时候呢就要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晚的表演嘉宾呢梁文英，给大家带来这首《情人知己》。欢迎。今后我们